台经验非常好，而且卡点力量我觉得都很 OK， 真的表现得很好。单纯就舞台表演来说可能没有那么打动我。你认为是不是代表你自己最好的实力？对于我来说的话算是其中的一项。创造营里面最强的舞担，但我觉得在你身上看不到这个标准。好严格哦。整体感觉就会让人觉得是女团的感觉。她既可爱又狠。你再多唱一分钟，我眼泪就掉下来了。整个舞台的包括所有基本上无瑕疵。各位教练们，这个还说不好吗？不可能了吧？这个真的，我起鸡皮疙瘩了。刚刚你唱歌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我知道的这帮所谓红的女艺人不过如此，跟你比的话，她的表现力很抓人，还挺厉害的。我觉得王老师，你是羞涩了吗？哎呀呀呀呀呀，你从来没有当众唱过歌啊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我不敢。敢这个字就是在乎于我想要去做，可是我又没有足够的信心去做好。既然来到这儿了，你就什么都别怕，就是越挫越勇，哪怕摔倒了再爬起来，摔倒了再爬起来。看完他们的秀，坐在板凳队的队员们，谁敢挑战他们，请你们举手。选我们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青春活力。我们会把场子炸翻掉。青春就是要敢，虽然我还没有做到，我相信以后一定可以做到。只要敢做，我们就会拥有万丈光芒。敢，我也